茂凯这边绕了下来，在下路这个位置是没有人看到他的。这个感觉蛮有机会，这是一个三打二，他要等这波兵走掉，他才能出去。感觉是哦，兵走了，白色不太妙。可以哦，这边看到兵往前，直接交闪上前贴印记，后面茂凯走了出来。目标看起来是这雷，是在这边打出了印记之后，闪现是还没有交，这边交闪绑了下来。矿量往前跳之后。走不掉了，那这个印记打出来的塔下还蛮关键的啦，因为闪现闪绑在接大局算是一个茂凯 gank 非常非常标准的一个套路。那这边抓到了茂凯，其实没有闪的茂凯，摄影师过来往回刷，茂凯大局开起来之后，库奇他们狂点一个九龙炸歪了，茂凯往回绑，那后面是库奇的逃跑，六神之光拉在位置没有问题，后面下来亮了，鳄鱼会到，跟举盾的布朗姆还有大局敲了起来，第二个 Fighter 的 TP 挑战比较晚哦。鳄鱼下来开启了大绝，至于开了羽毛狂扫，差大绝开了起来，收回来是绑到后面的布朗姆，炮娘伤害有点不太足够，这一波会在先撤退的。150块，那我觉得这个经济的差距会瞬间浮现在上路这个位置上面的话，那很有可能这场白波想要打的这边又是抓到了茂凯的位置，酒桶在旁边，但这边是先选择集火射雷西用。那后面是差雅 VS 库奇，羽毛撒了出去很多根，那下面窄口的部分茂凯要倒了，伤害太高了，前期的星朵拉伤害非常的足够，我们弗朗姆也走不太掉了，完全不会惧怕这只鳄鱼了。我是不是上面在 rush 巴龙，视野是有看到的，这就直接闪上去牵制一下对面巴龙，血量还剩下1000滴，重击成功拿到酒桶，拿到巴龙，但是是自己的尾鱼是掉了人头，是大无权吧。他拿到大冰锤，然后再加上这个巴龙 buff， 他应该是可以轻松推。从这个吞锤到三人、四个人，跟布朗姆走不掉了，吃到了勾，是不是推到五个、啊？我刚看到五个人全部站着不能动哎。哇，这个推球！啊，他地上有很多颗球，所以他应该是闪过去的时候全部都有推到。上面又抓到人，那胖胖这边交闪，他的游戏，他终于可以开始玩这个游戏了。前面他其实打的算非常小心啊，这场他就没有犯像上一场那种失误，就是早期也被单抓的没有。准备勾出，勾到了库奇，库奇倒下了。茂凯三个大局有点晚，已经没有办法阻止自己队友的死亡了。对，而且这边的话，茂凯大局放掉，然后库奇也死了的话，变成你接下来守塔的能力又更降低了。这个剧本怎么跟上一场有一点像？库奇先倒下之后，再往前跳，好像我们拍到两个人，辛德拉一个球，直接带走了两个。后面是鳄鱼开启了大绝，没有办法坦住，是往后拉掉了。拿了这波太帅了吧！他是一个闪现翻啊，他把闪现翻直接把对方的两个砸在这个中塔的一个柱子上面，配合辛德拉的爆发收掉这两个人。而且好像看起来他们想直接结束比赛了。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哦，因为你的纳尔跟夏雅典塔都算蛮快的，而且可以进台被推了一下，大绝灌下去，鳄鱼倒下了。你们茂凯分了一波，有办法吗？没有，也倒库奇复活。但是这一场的比赛看起来 Fighter 要拿下来了。游戏时间23分钟、24分钟，很早就结束比赛哦。我觉得这个在前期的时候 ，Fireball 是有修改。上一场发生的问题就是他们上一场打的这个很凶，然后有出现一些失误，所以输了。那他们这场前面就是稳浓，但我觉得到中期开始连续掉两波，掉了鳄鱼非常非常多的节奏，尤其是第一波鳄鱼下来的时候，那个闪现开始了进攻，没有拿到东西，让整个纳尔在上路直接解放，拿掉守塔以后，边线就开始打兵。打兵了以后呢，我觉得 Fireball 就有点急了，想要在其他地方再找更多东西，但是又被对方抓到一些失误的情况下，就你的整个就直接被拉开了。那巴龙，我觉得。在这两个比赛看这两场看起来，我觉得 Fighter 最强的地方是他们很敢开巴龙，是他们基本上就是只要我边线上有牵扯到优势，我抓一个你视野的盲区，我敢直接开。那他们也很清楚的知道我在开巴龙的时候会面临什么样的风险，我应该要怎么样去应对。在这两场其实都做得还蛮好，我觉得一个辅助直接闪上去牵制你家的装备，我觉得这个意识非常非常的到位，就很敢开，很敢 rush。因为拿到巴龙之后，你的纳尔就可以进行无限制的分推，你根本不用惧怕。其实我觉得我们那个巴龙他都可以分推，因为他后期他刚回去那一波打完就直接拿一个冰锤嘛，那他拿了冰锤之后，他没有推到这个比赛就结束，他也没有分推，他直接从中路进去。那是因为装备差距差蛮多的，但其实就算没有差那么多，他拿到两件装也是开始推了。其实库奇在后面几波是没有做到太多的事情，第一次是被勾到，第二次是被发到墙上。对，这个第二次没有啊，他被勾到就没有再参与剩下的团战，等他复活的时候出爆已经爆了。被翻到的应该是我觉得是炮鸟了，炮鸟就是被壁咚在墙上。这个翻其实也蛮关键的，是。就是推到这个柱子，这个柱子其实没有很大，他应该是闪翻，然后直接砸在那个柱子上。那辛朵拉的球是收掉了，操作的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觉得他小杨在这一场表现最好的是他前期没有发生任何一个可能茂凯配就是鳄鱼的这种强杀的片段没有再发生，那他很
我觉得很稳定的让哈登纳尔拿到一个该他表现的时间点，是，我觉得这是非常关键。就是你选一个纳尔打对方的一个鳄鱼的时候，你就虽然说是对方选来打你，